ESBR 招牌作品夏日课程，继高中生宫本光以及美国歌手艾莉森这两位洋溢健全青春气息的妹子之后，在10月12日于日本卖场推出了制作团队卯足全力的第三弹新角色，要让玩家们在 VR 的世界中沉船哦。在夏日课程的全新独立资料片《星辰千里七曜》的练习曲中，玩家将受聘成为集团千金星辰千里的家庭教师。为了让从没有在一般学校上过课的大小姐能够顺利融入校园生活，玩家将为大小姐带来特别的家教课程。透过 VR 头戴显示器的直觉操控，教导她如何使用手机、看漫画和玩游戏等一般常识。除了课程不一样之外，这一次的大小姐更是不简单，不仅综合了类智加上黑丝袜的多重属性，更有别于之前的健康角色，举手投足都充满着 S 的气息，带有一股神秘的魅力，绝对是各位抖 M 绅士玩家的菜哦。当然这一次游戏也准备了众多令人心跳的休息时间特殊事件，要是玩家幸运触发的话，说不定还有机会一睹大小姐不小心露出纯情害羞的一面，这一种反差也是角色的萌点呢。想要体验不一样夏日课程的抖 M 玩家们，可不要放过这一次的资料片哦。